那李子强上来接替投球。李子强在这一季呢有过五次的出赛，吃了7.2局，3.52的投手自责分率。打成了一个滚地球在界内，所以姚冠伟呢有守备的机会，完成了这个刺杀。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捞船都没有问题，完成了第二出局。我陈恩齐主动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弹跳位置哦。好，打成了一个左半边的飞球，这个飞球呢申浩伟有守备的机会，三上三下的一局，乐天呢还是7-2暂时领先。连三打席的安打，2003年的9月17号，当时呢是吴成汉、邱昌荣加上谢家贤连续三名打者打何继贤，面对新龙牛，对，所以邱哥也曾经参与过那个连续三名打者炮轰同一个投手的那种场景过。那朱玉贤呢在这个半局是首名打者，现在面对的投手是王卫勇。这球出手一垒方向的滚地球打得很扎实，王卫勇很快速的下丘完成了这个搭配，一出局于德龙。又是一个滚地球，反手挡住之后，漂亮！我真的蛮喜欢看他的这个转身的传球。哇，他的球传在视觉上是非常的平哦。反手接，然后，这所在很灵活，对。这球打成了界外，漂亮！这个球就精彩，三振了林鸿玉，也就结束了乐天在第7局的攻势，三上三下的一局，乐天目前还是7-2暂时领先。